多少？2200层草莓塔还能战斗？发财树爆改草莓塔是吧？是对。这局就是 S12 咖啡甜心纯纯的应当局。咖啡甜心想玩的转，必须甜妹来相伴。叮，爱你哦。这局地点最喜欢的三彩局，观众们回来排来的那是相当应当。两张蓝波，一张奶妈。这里说一下咖啡甜心的效果和棋子，就是根据己方棋子携带的基础装备来提供糖分。记住是携带装备，装备席的不会提供。咖啡甜心会获得攻击力和法强，每层蛋糕会使这个加成提升，七成之后就会获得小点心，也就是奖励。基本最高可以开到6，棋子桌游奶妈兰博巴德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，以及我们的格温小姐，五个人，所以要开6咖啡，至少需要一个转，一个转哪里够应当啊？先是开局强化来漫游训练师，三个转职愣是没有甜心转，但这都无所谓。虽然没有想要的转职，但一个转可是算两个技术装备啊！开局就领先别人6个糖分，谁能有我糖？糖完了也是直接开送，五谷丰当抢一个拳头回来搞个法爆，又是两连胜来到野怪，关键的来了。什么声音？哎，无所谓了，我们第一个甜心转就位了。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？因为我还有第二个甜心转。哎，为什么说是第二个呢？爸爸 boy， 叮，爱你哦。因为我还有第三个甜心转。你就说这局应当不应当？野怪爆铲的，强化给转的，最后魔杖还买铲子。这局也是直播玩的，给大家试过了，发甜心没有什么隐藏彩蛋。最后一个强化，我们再拿下幸运手套，这下装备强度都不抽了。不过手套还是算两件技术装备，但真的无所谓，因为我们六甜心已经就位。接下来是一个长镜头，来给大家看看咖啡甜心的奖励。这地方就要再花一些。我老大，是我的人了。2200单给奖励只有一个冠冕，但是草莓塔会加入战斗，不过不是攻击对面，而是保护队友。只不过这个玩意儿怎么有点像？也是碾压之势，轻松之。